超便宜。记得里面有东西的不能回收哦，如果冲不干净的。中秋连续假期，这群大学生有难忘的回忆。保特瓶，还有塑胶袋，然后还有保丽龙。那因为那边呢是采科的地方，所以也很多渔民的一些用具。当天浪打上来，垃圾还是一样在那边，所以我们是一捡再捡。高温阻挡不了他们的热情。大业大学休闲事业管理系的学生号召同校40多人在彰化的县西乡捡拾废弃物。孩子从策划、招募，然后到执行的过程底下，都是由孩子自己一手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这部分。改变不是一个人做很多，而是每个人都付出一点点。慈济志工在斗六市举办爱地球宣导活动。这个是金属，金属对对对。透过闯关的小游戏，深入浅出，强化环保意识。乡基志工精心烹调的料理，让民众赞不绝口，一起如素爱护大地。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